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大胖就爱上厨房，这必须得整个开场白了。网友说了，你这啥玩意儿啊，天天都是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，听了四五年了，听闹听了，这词儿行不行？这词儿，那你要一天换一句诗，你还没有这词儿呢。没有，这回就改成这个了，不换了。朋友们，今天外头天老好了，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，今儿个外头嘎嘎冷啊，整点热乎的，还是老规矩，炖酸菜。今天再整几个酱骨头啊，自己不酱了，买点现成的，然后再整点热乎的，整点各种炖菜，准备开干。媳妇儿回来了，没有四个菜不吃饭，今天整六个，整。馋啥？馋啥就得吃啥。跟上海老弟有一拼。大骨头，咱这才多少钱呢？三块大棒骨39块钱，13块钱一块。哎呦我去，还热乎呢，冒烟呢。哎妈，这肉不少。哎呦我去，这一块还好。你就吃它，我就吃那小的。剪子尖。拿筷子呀。这个你喝小啤酒，这一个菜就够了。豆皮儿，拿手套给它整整。太实惠了，爆盆了。来点海鲜酱油，来点13香，来勺盐，生命的源泉，放肉、辣椒、大蒜，淋入水淀粉。虾仁溜豆腐，哎呦，今儿菜太硬了，虾仁溜豆腐，酱大骨头，延边朝鲜族特色豆皮儿，外加蚬子尖儿，蘸酱菜儿，这锅酸菜烩了得有快半个月了，才3天。今天喝点好的，我媳妇儿喝点蓝莓酒，我喝点这玩意儿。这小玩意儿2.8万的，皮加白，开造。今天这菜属实是硬了啊，没花多少钱还贼拉硬。一顿吃不了，能吃2顿。能，来先吃点菜吧。哎，先吃它，你不愿意吃它吗？尝尝它呀，还新鲜。我想来口豆腐。待会儿吃。哎呀妈，比那个服务大楼那好吃多的多吧？嗯。这味儿太正了，味儿没得说，真的味儿没得说。加点咸椒，这玩意儿配小酒正好。来，整一口吧。豆腐整的挺滑嫩的。这个豆腐要是卤水豆腐就更完美了。人说了，这是卤水的。你拉倒吧。啥能硬的能是卤水的？嗯，这豆腐配点葱。主要我大虾仁好吃。嗯。来，你再配点香菜。嗯。整点葱。没治了，这是咋整的？我都加不上来了，太滑溜了。好吃。你现勾也好啊。虾仁溜豆腐，哎呀，真不错，是不是？嗯。来，好吃，成双，再怼一口，你一瓶。来，尝尝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挺贵呀，2.8。没喝过吗？50块钱，这太贵了。一斤就是200呗。2.850一斤、啊，那可不咋的呢。你看我这杯是不是2.8的杯？你那杯呀，2.5多。对，杯是2.5多，但他这酒是人家写着2.8呢。啊，瓶别扔，怪好看的呢。挺好看，挺色。嗯，摆着。当摆件儿，
鲜闻，鲜闻香。嗯，我吃口菜，放那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真好喝。这味儿挺怪呀、啊，真的。啥叫挺怪呢？就是我从来没喝过。真的，从来没喝过。就是它跟普通酒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嗯。我也说不好啊，得细品两天。嗯，一共就两小瓶，还细品两天，细品完两天没了。嗯啊，品完两天，你为了好看，我把那个给你灌点水，给你搁那。咱家啥前干过那事儿，你我老丈人都不那么干，酒瓶空了直接就撇。你不要留它吗？拉倒吧，有回没撇。嗯。你那大人参酒，大人参没抠出来，留了给你，让你给抠。我结果他把瓶子凿碎了，他这智商啊。嗯。嗯，我一天呵护你，呵护这么好，啊、你可闭了吗？好不了。我发现你这人整整就在这里夸上自个儿，这没意思。哎，动不动你这么好，你那么好，哪有人就是总自个夸自个儿的？你这么好，那么好的。这三块肉，这骨头，这身上肉挺多呀。我说，你说那家自助骨头馆咋黄了呢？又没黄，真的。那骨头那没个比，那拉倒。那啥骨头、啊？嗯，啥骨头？那骨头人吃也挺香啊。对孩子，咱就能看出来，就是这人他对孩子行的，嗯，他指定差不了。就像我，来，嗯，这小蘸酱菜吃两天，还能吃一顿？嗯、不能了。嗯，我这半杯小白直接就配它了。嗯，酸菜没事，酸菜明天还能吃。领导，大米饭，吃酸菜。行。嗯。嗯。嗯。这个空，整不了给你这块、个。拿小刀，来吧，露一口吧。朋友们，感谢大伙支持，明天见。